你以为我比赛只是为了参与吗？为了试试，看看。为了夺几个标签？因为太出乎你的预料了，所以我只能止步于此。 对吗？对，反正我的努力已经被看到了。别开玩笑了，既然决定一搏，不就是要赢吗？惊心动魄的夜战进入最后一圈，目前场上六号车手领先，他一只手已经磨到了圣杯。哎。 85号车手现在开始发力，从第六已经快速上升到了第三，距离第二名8号车手只有3个车身的位置，现在还等不断的接近对手。赢，就是要冲破前车古人的0.1米。飞扬平台，85号车手在快速接近8号，已经进入对方尾流，打破记录的0.1秒，利用战功效应，轻松的超越二位，离阻力，再进一点。现在两车并列，下一次转弯，85号战车的先。 闭住呼吸，非常精彩的对决，85号利用就此一搏，此刻成。